认识我老婆那一年，是在中学的操场，北边的大树底下。当时见到她，心里有一个念头：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是从哪儿来的？在没有遇到她之前，我没有听过桂晓这个名字。 好像我们在平行的两个世界里。直到那天，表妹带她来找我，在学校的操场边，那一面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。 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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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